这个520几句。木拉氏，这也是三个字，这一句咒文。咒文是什么叫咒文呢？你们各位呀、大家还有的去稍微懂了一点，有的还不懂。咒文就是不答王宇的话。你要能不答王宇，你说出来的话都是咒，都有灵感。一切鬼神呢，都一教奉行。他能一教奉行你，这就是咒，这就是真言。真言就是不说假话。那个这个咒里头呢，也就说的都是真言。真言有的时候要念多几遍，就是啊，这叫解魔啊。念多几遍呢，他念的越多他越有灵感啊。所以我们平时要持咒，持咒的意思就是啊，我们把它纯熟。那莫拉氏这个呢，这一句是凶体，这凶体呀、在兽里头它是很也很厉害的。那么老虎啊，有的时候就打不过这凶体。所以啊，凶体毒鬼甚难量啊，你估计不到他那个力量，他那个力量很大的很。恃强力猛不可挡。你呀、他的这个势力呀、很大的犹如霸王一样，压迫人的力量手段那是很大的。他做凶体的时候，这也就啊和这个霸王这个这种气能杠山，力能打顶是一样的。哎呀，不可当。吉祥如意，除浊垢，除浊垢啊！现在这个法能以吉祥如意，除浊垢啊！南方宝生救灾呀、这个南方啊，这个宝生佛，宝生部落。这五大部啊，是管理世界五大魔君。这五大魔君呢，东方是金刚部，南方是宝生部，西方是莲花部，北方是揭摩部，也叫成就部。那么中央就是佛部。这五大部啊，管理这世界五大魔君。所以现在这个凶体的毒鬼呢，就由这个宝生部佛来管理他。这也就啊，好像世间一个政府啊，有很多的 department， 卫生部就管卫生啊，房屋部就管房产啊，那么教育部就管教育啊，外交部就管外交，内政部管内政，就一样的道理。所以啊，这世界上啊，这个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呢、世界一切一切都是有因有果的啊，不解无因之苦的。
所以我们做人呢，要能把这个万事万物这一切的理论都通达无外了啊。所以啊，你明白万事万物无论哪一件事情不是在说法，都是在演说这个法呢。不过这个演说法有演说正法的，又有演说邪法的。那邪了邪七的，毒了毒七的，就演说那个邪法和毒法。那个正的呢，就演说正法。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回事啊。你明白了，一切都没有问题。你不明白了，处处都是荆棘，见着什么都觉得发生问题。要明白法而入世嘛，就是这样。无论你就是哪个地方变到什么样子，这都是一切这个法的演变啊，入世入世嘛，没有什么奇怪的，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可是世界就这样的，俺们做人呢，诸恶不作，众善奉行，要明白真理了，要帮助其他人，不要先帮助自己。我上次给你那个卢胜彦那封信。你的意思是怎么样？我叫你处理这个事情，你是想是怎么回事？我说这话是第一次听见，因为就是要想就是说关于收入，就是帮张和尚是关于这个。要上的收入是给你那个年头起，我当然讲不通。以后就讲给他们听，他说不，这个意思就是要防备像他这么一个这个邪知邪见的，就是这样的意思。我叫你降服他，叫你呀，用你的神通。用你的这个诡计多端去降服他，你不是叫你来蕊分，这个事弄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这么多年，我叫你蕊分什么来着？黄仁和尚，我叫你处理这个事，降服这些个妖魔鬼怪，怎么可以蕊分呢？蕊分什么？你也去做妖魔鬼怪？你怎么会就想到那么妙的地方去了呢？这真是妙不可言的。明明的在这大家骂他骂得那么厉害，然后你还说要小他忍分。也不是抵抗，就你要好好修行，不要落入这种的这个邪魔外道的这种的行为。你抵抗他，你有什么力量抵抗他？你自己的这些个妄想还都收拾不干净呢，怎么能抵抗他？你没有内需就不招外感，你一定内里头充足了，充实了，没有这些个私欲杂念了，外面这些个妖魔鬼怪也都老实了。这是今天呢简单的这两句咒语，是这样的，我讲的对不对？如果不对，大家提出来我们再共同研究。我不要做这个星体，做这个霸王。这一句
对于宇宙其他的作品也是基本的产业，而对玄武湖啊不能单念经，还要念经算。那么这是一个开始，这个呢对于宇宙其他这种玄乎法不是用于道人来说，实际上德用他的威力威美有威可威，德呢有德可用。这个威德是从什么时候来的？威就是啊钥匙佛，这时候再认识钥匙佛，因为他能消灾，所以啊，这延寿啊，一切灾害呢，他都得消了，又能呢，令你延寿，所以啊，东方是金刚部，这时候再认识钥匙佛。奢虎啊，他的用他的这种那个威德感化的力量。来奢服啊这一类的这个不守规宅的反复无常的这种鬼啊，恶毒残害的这种鬼啊，奢服完成类，完就是
很难教化，你很难说服他。他有一个主观，他甚至于念从心累呢，他是既是他的主观特别强，但是主观特别强不讲道理这些个人呢，都是属于这个顽强的特别强啊。他拿旁人当牺牲品啊，就是巩固他自己的地位。天下欧歌姓汤，天下欧歌就是各处啊，因为在这种捣乱分子、这种的犯上作乱的叛逆的这一类的人呢，都降服了，所以就天下太平，所以天下欧歌姓汤。有病的，有的没有病的。那么大家都很高兴的，欧歌就是常常的唱里面的赞颂之类的，赞颂欧歌。这是呢，我们把它二十回。下边说第三，说第三呢，就是五百三十四。这一句咒文呢，就是总和前边的五步啊，的降服这个世界的五大魔君呢，他们总和都欢喜五步的这个，为什么他们欢喜呢？他们看见呢，这个世界不会毁灭，众生呢还可度，所以高兴。所以说呢，海阿彭善日语心，皈依正法出力，无不诸佛皆欢喜。万方同理大威音，说这个所有的恶鬼啊、恶人的都能改过自新了。日新就是个那个诸经上的康道，在康道上说他有个禅名，汤的禅名是汤王，汤汤王，他洗澡的那个盆子，有这么一句话，他叫无日新，日又日新，是吧？他们今天呢，要洗涤身心，这个心呢，包括身和心和这个意。所以啊，我今天我要把这个身心的污秽都洗干净，明天、天天我都要这么洗干净啊。那么不懈怠的来把这个去所有的毛病。那么这个日心呢，就是一天比一天的更好啊，一天比一天更好。所以嘛，他怎么好了呢？就因为皈依正法呢，皈依佛法了，把这个迷途啊、苦海啊，把这个在那苦海沉沦的已经拔出去，跑出来了，那出来了。那么，因为他离苦得乐了，所以无不诸佛皆欢喜。东方金刚部、南方宝生部、东方莲华部、北方结梦部、中央佛部都啊欢喜，万方同理啊，就是所有的人呢，因为他不捣乱了，都改革向善了，所以呢，大家
信佛的人多了啊，同理呀、啊，一心呀、啊，就礼拜大威音啊，这个推音推音王，推音王呢是文音王呢是最初成佛的文音王，他发大病就是什么？叫我们呢是望明照的照心，这所以啊，有的人呢，就常常呢诵持这两句咒文，一诵持这两句咒文呢，就有这个。种种的宝盖，种种的宝盖不是一种，不过其中有一主要是一个大白草盖。这一句咒文是楞严咒的第531句，楞严咒全咒是554句。有1000多个字，咱们天天能持诵楞严咒，那就是帮助这个整个世界，令整个世界的这个灾难啊就少一点，那个魔业也少一点，所以呢，楞严咒是很重要的。咱们这有宝盖呀，有种种的宝盖，所以说各种的宝盖，有各种的宝盖，宝盖。也有各种的香花园，所以这个各种宝盖香花园，也这个香花园也是各种的，不是一种。这种的宝盖香花园，在你的头顶上。常常护持，所以啊，很多事情都有问题的，没有问题，有意外的也不是发生意外的。所以才说消灾除障，利人群，它是啊。利益所有的世界一切的人群，所以我这儿啊要持诵楞严咒啊，那是就是帮助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灾难啊，没有空难呐、啊，没有水难呐、啊，没有这个车撞车的难呐、啊，火车的失事啊，大次失事啊，甚至于啊。这个炮火的战争啊，这些个灾难的无形中啊，给解除了。那么，所以说呀，消灾除障，除这个众生的一切障碍，利人群。那么这灾障一没有了，这人群这都得到平安了，得到平安，这就是你。所以你能天天呢要能一秒钟都不间断的持楞严咒，那一定会有大的改变。这要不间断，不间断那就是三昧，无方魔众结果。这个五方啊，佛即五部。东方金刚
南方报生部，西方莲花部，北方结膜部，中央佛部。现在这个悉檀多波德拉，这也是中央佛部的一种的法啊，这个所以嘛，这个能摄服五方啊，这种的天魔外道啊，一切的不守规矩的，他都能啊，可以摄服啊，五方，所以五部呢。五方诸佛就是为的来这个镇服啊这个五大魔君。如果没有五方诸佛，那个魔王啊天天都横行在世界上啊，他们纵横了无忌啊，肆无忌惮啊，幸亏啊有佛在默默中啊来镇服着他们，所以他们不敢呢跟公然呢，来横行于世。那么万类呀、鬼怪系真心啊，无论你什么妖魔鬼怪、天魔外道，也是哪一类的，都要遵这个楞严咒的这个这种的力量。你不遵行，不遵行啊，就会没有了，就会消灭了。楞严咒有消灭所有的摧碎一切的魔君的那种法。你要是所以要会楞严咒了，那个天魔外道一切的鬼怪都会怕你。他就不怕，他始终啊都是。都是要相处的，所以万类鬼怪系真情都要真情。摩诃跋舍卢这一句呢，这摩诃是大就是大金刚力士，这是金刚界的那个起火金刚藏王，带着这无量无数的这个金刚来呀，到这干什么呢？可以说，这一句就是《楞严咒》的第532句。那么，金刚力士阵啊，群邪阵这个一切的这个邪魔外道啊，那么伪道，他是保卫你修道的啊，伪僧，这个伪僧呢，就是维护一切的众生啊，一切的所有的众生啊，如果这个天魔外道他想麻烦他，他都保护着他，保清洁。这个清洁呀、不是像我们这个查卫生的要清洁。我把厕所洗干净了，那个卫生不是，这个是全尽虚空变法界这个一种的毒气啊，这种天魔外道啊撒的这种毒所有的这种害人的东西啊都给就这个没有了，所以保清洁。这个清洁是整个法界的问题，不是就单单我们的一个家庭的问题啊。这个所有的这个邪魔鬼怪，他们的恶呀都灭了，他们的善心呢也都生出来了啊。生产灭恶了归敬礼，他们也都发菩提心呢也归敬三宝，那么从此呢就改恶向善，不再做这个恶业了。所以归敬礼谁呢？就是大脚，大脚也是佛。
至尊也出，佛陀也演出，就是皈依啊，这个十方诸佛，皈依十方诸佛。那么大鸟啊，就是大智慧，至尊呢，是世出世之尊啊。那么佛陀也，佛陀也，那么这个中国人愿意省文，愿意啊，这个什么，所以只说一个佛字，没有啊具足说。本来这个佛啊，具足叫佛陀也，啊，佛陀也，英文叫布达也，所以我就这么以这个浅见呢，就说我说佛也不是大，也不是小，不大，那么也不小，不大它小吗？也不小，啊，这是我十多年以前，就这么乱讲过，你们看这个不大不小，这就是佛，佛不比人大，也不比人小，啊，不但不比人大，也不比这一切众生大，也不比一切众生小，一切众生包括非浅动止，什么都包括在内的。所以这个是今天的逗的大概的意思。要是完全说这个宇宙的意思，那就